你把我管住了，你不知道吗？ 你到底想要精神病？你还能干点啥？你不知道痛吗？有人。你到底想要精神病？我的妈！ 燕哥，有人，我买了奶茶给你们喝。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你怎么认识的？我在爱有意思的，上面可以匹配附近当地美女，不用加好友就能聊天。我再水平，你要三天就没见面了。来，我也下一个。啊！啊！有人。 你个傻不拉几的！啊！真香！哎呀！你别笑！哎呦我的妈！ 你看，哎，老爸嘞？你放学了，精神病儿。爸，嗯，哎呦我的妈！爸，别冲动，你不是喜欢看小说吗？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下载七秒免费小说，里面的书不仅找类题材，还都给你免费看嘞。嗯，啊。